发生什么事儿？你问他。就是闹鬼那天。哦，你没看《TF 少年购》吗？保持刚才的坐姿啊！小凯也是靠最最靠着机身对着他说话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是啥？是不是我们学长做的？嗯。所以马世荣才是这个儿。不是马思源。开始。所以是马思源做的。男神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啊！女无艺里的男神。你别养着这身不放啊！是谁去养的这不？王源，你情绪不对。对，你跟说你是很嫌弃，你想对，对，就是你的功劳，男神，宇文眼里的男神，男神，男神，就一句话，记得住吗？好，男神，不管问什么，他们都不说，我去哪儿找人啊？问去，你俩一直神神秘秘，什么都不敢说，该不会也会和这事有关吧？爸，哎。不会跟这事有关，爸。对了，第四件第一次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教导处，是你吧？一定是你。我提不起来了。我提不起来。你怎么又说到美国这事？我一家人都走了，我一个人在这儿。这。你说前几天我没来学校的时候，就已经产生了装备的事儿。对，上周五的事。那刚刚语文弟弟也说他一直没出家。马考出家了，出家了，出家了，他好善吗？这背后另有其人。对 ，Carrie 大侦探，语文没有出门的话，难道是他的影分身做的吗？好逗逼呀！看活人的看多了。三、二、一。三二一，开始。那又是谁？我不是你说的。啥？看啊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怎么可能？我俩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就是。那你俩告诉我。就我们几个人，宇文和宇浩，他的兄弟肯定不会去告密。我和宇文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也不会。就是你吧，大侦探，你想去教导处邀功吧？现在没做班长，现在没做班长心痒痒，想趁此机会当班长，当学生会主席，当班长委员会主席吧。是宇文自己去的，教导处说的。什么事都耐吧。宇文是傻子啊，他考试作弊都这么害怕的人，他会自己去教导师炸。就我们几个人，宇勋、宇豪是他的兄弟，不会去告密。我和宇文从小一起长大，更不会去告密。就是你想去找教导主任邀功吧？不是，就是小凯，你保持你看着他的姿势，然后我一次都未忘记。这一个都没记得好。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，这第一个一个都不知道，好高兴。